我刚才骑车从新华社出来，就是从宣武门路口，从宣武门路口我一路向西，然后西单、西四、甘瓦市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富祥啊，就吕直那外甥，怎么对这一带那么熟啊？还有那个谁，张弛，就是剑桥的那个，我都说他们名家啊。那个谁，富祥是北大数学所的博导，张弛是剑桥的。对，是吧？啊，我看您真，您这美女就知道我这帅，是吧？一看您就是美女。哎呀，美女呀，美女爱英雄嘛，一看我就是越共。阮文锥，叫什么？胡志明。安炸弹战炸那个麦克纳马拉，搁今天就叫恐怖分子，当年就是英雄。什么是恐怖分子呢？按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，恐怖活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。首先政治目的啊，黑人点钱、绑架什么的都不算，那算黑社会，那算绑票。出于政治目的，对个人、组织、政府、社会实施莫测暴力的。莫测就是没谱，你也不知道是伤着谁，也不知道伤多少啊，那就属于莫测暴力啊。相反，如果是精准使狙击枪啊，或者那个叫什么沙漠军刀，就从天上来那飞机直奔一个人都不炸，直接喷出了几个刀片来，拿刀片把那人脑袋给削了，那可能就不算。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这么说法啊，我看这大英百科全书也是若干年前，你看前面那小孩跑的像死神，黑色的幽灵，哒哒哒哒哒，不跑了啊，别拍人脸，一会儿惹官司。死神的黑翼精准打击的，现在好像就不叫恐怖活动。莫测暴力的就是这，你这一把下去不知道伤了多少人，就涉嫌可能是不是恐怖活动。有个电影叫《天眼》吧，还是什么，讲的是北约，就是美帝英国好几国呢联合在非洲监视一个人，首先要确认那屋里是不是就是那个人，那个人是不是又在干坏事啊，结果他在里边装那个炸弹背心呢，结果决定炸，但炸边上一小女孩在那儿卖饼啊，叫 Pita， 就是阿拉伯那个大烤的那个饼，发面饼，就为那几个发面饼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去折来折腾来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精准打击？所以现在都讲究精准打击，讲究狙击，不念阻击啊！现在怎么人都念阻击啊，我认识一个女的，自称军报头一把记者，她都念阻击。你说你这军报记者怎么当的？啊，还跟我争啊，说我是北大工农兵大学生。操你那就别提你那工农兵大学生了，那工农兵大学生就是，没法跟蒯大富那个比，你那是文革的。另外，工农兵大学生基本都是走后门的。你知道你怎么上的，我也知道你怎么上的你，咱们就别提了。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，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。